这个 button 的事件，因为如果你这边有12个按钮，那你12个按钮的话，如果说写12个事件呢，其实当然会觉得有些部分是重复的，所以就有必要呢把它改写成所谓的共用方法，共用 button 的那个方法。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怎么去做？首先第一个，当然这边我要把那个画面截图下来，就这个底下这个是一个画面啊。那程式在这个底下啦，其实基本上的写法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它的结构一定是我们本来是一个在这个小括弧里面，有没有 set on click listener 里面本来是一个 new 一个 button 点 on click listener 小括弧大括弧，对不对？把那个东西呢搬到，就是变成一个 listener 的一个物件，然后呢把它搬到哪里呢？搬到它的外面这个括弧，记得这个中括弧是 onCreate 的那个方法的括弧，也就是说在 onCreate 那个方法的下方。OK， 所以你那个位置，因为我不知道早上同学到底哪边做不出来，是卡在哪里了。不过我觉得应该很有可能是那个大括弧的位置不对，就有可能会有错误的发生。那里面的话当然，因为我必须给它一个是一个物件，那所以我必须怎么样，在这个外面，建一个物件。这个物件呢基本上就是 button 点 onclick， 这个 on， 其实就 onclick 的这一个类别啦，这样一个类别把它实体化成一个 listener。 好，那后面记得也是 new 啊，本来 这一串有没有，其实这一串本来是应该是放在这里的啦，放在这个框框里面，只是我把它搬到下面来。好 OK， 然后里面一样啦，将来当然你可以就是它也会自动帮你产生的。那自动怎么帮你产生？基本上，写的地方，我来看，这个地方基本上记得这个括弧，这个括弧是指的是这个 onCreate 的括弧，所以你会发现，请注意一下那个括弧的位置，是在这个大括弧，有没有？是 onCreate 这个层级的外面，然后是 activity 里面，OK， 所以你要发现了这个位置不要错了，因为这个位置错了一定呼叫不到，很多同学就是放错位置，其实放的位置非常重要，放错放到外面也不行，放到里面也不行，一定要放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关键点。所以这个是 onCreate 外面，做什么事情呢？基本上，就是做那个 listener， 先 new 一个什么，这个 listener， 然后它的做法是一定是小括弧大括弧 OK这样子，然后一个分号，所以它的结构，原来是长这样，对，那我要实作它嘛，实作怎么实作？一样嘛，游标放这里，对吧 ？Alt 加 Enter， 有没有？它一样会出现什么 ？Implement 这个，因为呢，你有个大括弧啦，因为你是要做一些事情的，那做什么事呢？你要实作那个 onclick 那个方法，所以呢，我们直接点它啦，它一样会是 onclick 啦。那未来当然，如果你是不同的事件不同的 listen 呢，就会有对应到不同的那个方法会自动出现，那方法都一样，所以以后，这个东西你熟练之后，无论它是哪一个元件，它是哪一种方法，哪一个事件对应到哪一个方法，这个都会自动产生的，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部分你要熟练，因为熟练之后以后不管是哪一种元件，因为我们后面的单元第五章是有单选复选嘛，其实虽然名称不一样，但是使用起来差不多 OK， 所以呢你就习惯这一招按 OK ，如果说你按 Alt 加 Enter 它不理你的话，请你注意一下，你一定有地方打错了，这个东西这当然，所以你要熟悉之后啦，反正你会发现它一定是一对的嘛，小括弧大括弧，那本来上面有个后括弧，为什么？因为前面有个前括弧后括弧，这边没有，你不要没事想说，好像有一个后括弧你给它刮了，又多一个错误，有没有？所以记得，只要不要打错，后面有个分号，那个关键的画面呢，我都有把它截图放在云端上了，因为以后呢我知道你一定会打错怎么办，很简单，请参考我们的云端上面。所以这个云端，只是让各位呢更方便怎么样，不过这个图，干脆把它外面再包一个那个框框，就是这个图，你就稍微对照一下啦，只要照着做啦，我想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哦，就是不要乱踹了，反正就是对的东西一次就对了，你不要试一错的东西，你试一百次还是错了。OK， 你不要一直在那边无穷回圈哦。我发现很多人就很喜欢一直回圈，一直在做一些错误的事情，然后越做越错，然后看到那个 Android Studio 会给你一个提示，结果你就给它按下去了。按下去之后，它有另外一个提示，你就给它按下去，一直按一直按，按到最后连为什么哈、哦、错，其实我回头帮你看，我都不知道到底你错在哪，因为它已经帮你加了很多东西进去了，那个已经不是原来的它了，它已经是另外一个了。OK 哈、哦。所以记得不要乱去点那些东西啦，那个错就更错了。对的话呢，其实一次就做对了。所以游标放这里 ，L7T 加 Enter，Implement 是它 ，OK，OK 按确定，确定之后呢，它会一样是 Unclear， 可是我怎么判断说到底它是执行哪一个 button， 是哪一个 button 被按下去，我也不知道啊。那它会怎么告诉我？这个地方特别重要，后面不是有个 View 对不对？这个 view 哈、哦，哎，前面这个 view 是它的形态，后面这个 view 呢是它传进来的东西，它会传进来一个，就是这个叫引述物件，引述物件里面呢，你里面有个方法，就是可以从它的 get ID 的方法去取得说到底它按的是哪，因为按了12个嘛，到底你按了哪一个我不知道啊，所以哈、哦，我们可以用什么？用这个 view 哈、哦、去判断，那怎么判断哈、哦？因为这个程式比较长，我干脆直接做完给各位看。那怎么判断呢？基本上我们就起一个什么？哎，这边呢 view 对不对哈？那我们可以用什么？用 select switch 啊，跟着 switch。这边有个 view 对不对？这个 view 传过来之后，用一个方法叫 get ID。那 get ID 之后，我就知道哦，到底那个 view 啊，就是被点击那个画面到底是哪一个？那哪一个的话呢？它会用 case， 因为它传进来一定是一个 ID， 一定是一个整数啦。那整数呢，我们可以透过那个 R 有没有登录档里面哈、哦，到底点了哪一个 ID 去判断。比如说点的是 B01 的话，那做什么事啊？记得有一个 break， 哦，这边所以这边有个 switch， 去用 view 里面 get ID 去判断说它到底按了12个里面的哪一个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啊，大家你要记得之后啦，以后反正照这样做。做完之后呢，再把这个 listen 呢丢给他们每一个啦。那、啊、他以后点了哪一个，反正不管了，他就会自动用那个，就是用他 ID， 然后去做一些判断。啊，有一些共通的，比如说这一行每个都有，那就不用每个都写了，就把它放在上面。执行这一行之后，哎，再去执行这一行，啊，记得就 break 掉。OK， 那就是一个一个放进来哈。啊，这样应该跑出来的结果跟早上的一模一样。OK。哦，那至于呢，你要不要用共用方法，就看各位去决定了。因为有时候哈、哦，写成共用方法不见得比较简单，好、哦，也因为你早上那个方法是，反正一个一个做，一直复制贴，哎，也可以贴出来。啊，这个的话呢，又多需要知道如何建立一个共用的一个 listener 的一个物件。好、哦、啊，这个可能不过我觉得建议啦，当然如果有时间哈、哦，最好两个都把它实作出来啊。如果两个都可以实作出来的话，那未来有备无患啦。哦，什么时候用到也不知道，但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你至少学过也做出来。那也许你下一次也许不见得很顺利的做出来啦，哈、哦，怎么办呢？没关系，你请你把它记下来。也许我建议啦，不见得一定到我的云端啦，你自己也可以做你自己云端啦、啊。以后的话，可能你需要用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自己去你自己的云端上，或者你自己的笔记上面去找找看。啊，特别注意有个观念哈、哦，这种程式的东西哈、哦，你说你做一遍你就记起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你下了课以后哈、哦，叫你再做一遍，你应该都忘记了，怎么办？记得把它留下来。OK， 一定要留下东西哦，千万不要把它塞到你的脑袋里面。你以为你可以记下来？其实你什么都记不得，真的 ，OK， 就好像你什么都想要，其实你最后什么都得不到，哦，反正这已经离题太远了啦，哦，这是我的感想啊。说真的，一个人哈、哦，真的越简单越好，因为你越想，你的心越大哈、哦，其实你越不快乐。什么时候会快乐哦？就你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你就快乐了，哦。我们上课是。我们上 enjoy 啦，不是在上哲学课啦 OK， 不，这个是我的体会啦，我觉得有时候就是
很简单的生活，你会发现，哎，处处都有那个可以让你觉得快乐的点，哦啊，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东西好像什么都理所当然的时候，你当然自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哦，有什么奇妙的，哦，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可以把这个地方，哦，做成共用的，哎，他们每一个都可以存取得到，那就是以物件的这个当成是他们共用的点，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物件导向啊，哦，的一个观念，大家共用了 ，OK 哈，哦，啊，可是其实这个要不要做，其实是取决于你自己啊，其他就贴贴贴。那我有把最后的完成的东西哈，哦，画面跟程式，不过程式我不是全贴啦，哦，我只有把那个建立事件跟共用事件的这个部分贴到这边来 ，OK， 第一个哈，哦，那等一下的话呢，我们要继续来看，就是说，如何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个东西变成什么？变成图。那这个图哈，哦，跟各位讲一下，因为这个是我用 Photoshop 切完的，啊，哦，这是我自己用。那我那时候想说，要不给你们变化一下，所以我就找一下那个 Google 里面的话呢，就是找一个那个关键字叫什么数字的吧，数字的图啦，哈，哦。然后我好像记得是这样的，就是这边有个数字的图。那数字的图好像找哪一个？反正这边很多个吧，哈，好像找其中有一个蹊跷的，其中一个会忘记了，哦，然后呢，就去用那个 Photoshop 把它切一切啦，哦，类似啊。当然，你如果说你时间允许的话啊，你自己再去把它变化，你不见得一定用我的图啦，哈，哦。然后我那个图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是预设的是哈，哦，没有按下去的，那有一个是按下去的，所以哈，哦，你们到时候可以抓两张图。一张是没有按的，一张是按下去的，会有两张图。那这两张图啊，如果你自己要做 ，OK 啦，你就，但是因为可能我觉得我们重点不是在 Photoshop 上面啊，所以我当然不用讲 Photoshop， 请开启 Photoshop， 不用啦，其实虽然我也教过 Photoshop， 啊，其实我好像电脑课里面很多几乎都教过，欸，因为那有一段创业的经验，有没有？真的最后什么都自己来教，最便宜。赚才有办法赚到钱，如果你什么都要找人家帮你做的话，你是赚不到钱的，哦啊，所以变成练就一身的好本领，什么都要自己来，哦，不过后来发现就太累了，所以有人说要找我一起，哦，一起再创业，我说算了，我现在的生活这样就够了，我觉得真的太累了，哦，几乎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除了睡觉，连睡觉做梦都梦到我在工作，看多命苦，哦，OK， 所以不过那样子才有办法真的有那么一点点成功啦，一点点一点点的成就，哦，这样还蛮辛苦的。不过每个人的特质不一样，如果你是喜欢，做一点点，哦，创造的，哦，其实可以往那个部分去发想。OK， 好，那这里的话就是说，哦，我们可以把那个这个图的话怎么抓？其实我已经把图放上去了，这个图部分的话我是放在那个。各位可以看到，哦，这边有个叫做啊，这边 PIC 60，这个60指的是它是60×60的图，请你把它下载下来。那下载下来之后，基本上，哦，里面应该有18张图吧，就是把它解压缩，哦，里面的话大概我看一下，里面会解出来会有一个 PIC， 那里面的话就是说一有没有一个是没有压，一个是压下按下去的时候状态。那这18张图，哦，请你把它复制一下，复制之后的话呢，贴到那个我们的专案里面，啊，特别注意，哦，啊，讲这个贴上之前跟各位讲一下，以后如果说你要把那个你的图档，哦，放到我们的那个Android Studio 里面，特别注意第一个，哦，你的那个档案名称，哦，记得，哦，开头一定是那个英文小写，千万不要是数字开头，如果你数字开头呢，贴上去不行，它不接受。第二个大写也不行，所以一定要是英文的小写开头。所以你会发现我每一个档名全部都用 PIC 小写开头，为什么？因为它的规定就这样子。OK， 所以千万不要名称哈，因为之前有同学自己就是命名一个好像是数字还是英文大写，一贴哇糟糕，程式就发生错 ，resource 不接受，也不帮你登记啊，所以这个是它固定格式。那你把它复制之后的话呢，哎，怎么放到我们那个 Android Studio？ 很简单，各位找到什么呢？你的 resource 里面会有一个专门放图的地方，叫做 Drawable。啊，请特别注意啊，你就把刚刚那18张图啊，按个右键，把它贴上。那这个贴上的动作的话呢，
他就会问你说是不是放进来？哎 ，OK 是，总共18张图有没有？通通都进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你有贴上的动作了，在那个大 R 的登录档里面呢，也会同步的帮你登记的有18个 ID， 每一个都会自动帮你注册。OK 哈，但是呢，如果你贴上的时候，你那个档名哈不是英文小写开头，它就不帮你登记了，所以你到时候会产生那个红色的错误哦。OK，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哈。那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哦。主要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如何把那个我们原来的写法哦，把它改成共用的哈，共用的一个那个事件哈，共用事件的那个撰写方式哈。第二个是说呢。把那个云端上面我有一个 PIC60、哦、一个 PIC60 那里面有18张图、哦、你就把它那个 18张图、哦、把它贴上、啊、当然未来如果说、你要自己再去用 Photoshop 切的话、哦、那你当然也可以把它切成60×60的这样的图，然后把它放过来、啊、不过记得命名、哦、档案命名记得就是用小写开头，基本上它支援的像 GIF、哦、像 PNG像 JPG 这些图档它都有资源、哦、那还有就是背景透明、啊、因为像 GIF 可以做背景透明或 PNG 可以做背景透明，它有它也有资源那个背景透明的部分、哦、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共用那个共用事件、哦、跟这个把图如何载入到那个我们的、哦、就是 Drupal 资源档里面、哦、那以后呢如果说你要把那个你的 app 哈、哦、加一些动画加一些图档的话，其实基本上你干脆就先放在 Drupal， 但是未来当然、哦、因为不同的手机啊平板会有不同的解析度、哦、当然未来也会区分 Drupal 的资料夹不同，可能不同的解析度可以放在不同的资料夹里面，但是 初期的、哦、也许你全部都放 Drupal 算了、哦、反正它到时候呢会自动帮你缩放，会自动帮你缩放。OK， 先试试看哦。